好，来看题目，来说黑暗的五常上，绿色光打在上面，看到它是绿衣黑裤，红色光打在上面，表示红衣黑裤，表示穿什么衣服，就是考过，就是考所谓的，你看到红色，就它只反射红光，吸收其他光；你看到绿色，就把它反射绿光，吸收其他光；黑色吸收所有光，白色反射所有光。所以呢，打绿光会穿绿衣，打红光会穿红衣，它反射所有光，所以它衣服是白的，衣服是白的。然后呢，打绿光会穿黑色，打红光也会穿黑色，要么它就是黑色，要么它就是蓝色，因为黑色吸收所有光，蓝色呢只反射蓝光，所以合起来我们答案就选的是 B， 答案选的是 B， 这就是考试就考这一种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来，请问你这照一张纸，红光照黑黑的，绿光照绿绿的，蓝光照会变成啥颜色？蓝光照会变成什么颜色呢？来，我们帅哥男，不要先找男生吗？还是女生？忘记了，随便好了。贵班35号不在，那就先找6号。6号。什么颜色？啊？猪，请坐。你答案选的叫做猪。红光是黑，表示它会吸收红光；绿光照绿，表示它反射绿光，它只反射绿光，吸收其他光，所以蓝光照过去就会变成黑黑的。然后一样，这是给你算一下面积，有人算面积，有人算比例，我看过有人考比例几比几，但意思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也是算最后结果是几比几啊？请问你，10%的白，20%的红，30%的绿，40%的蓝，然后拿绿光照，黑跟绿照多少？那谁会变黑，谁会变绿？稍微简单，嘣嘣嘣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嘣嘣嘣，嘣嘣嘣。来，我们找可爱大帅哥嘞。董憨。然后你刚刚叫过了，所以不会叫他了。讨厌。30。有没有？30。答案不会，5 4 3 2 1，你选什么？你选猪。有人帮你报答案，报杯啊，报猪。答案会变黑的，会变黑的，就是20的红会变黑，40的蓝也会变黑，60%都会变黑，剩下的白色的会是绿，绿色的也会是绿，所以40%会变绿，60比40，6比4，所以答案叫做3比2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简单的这种类似的题型，我们的学测、机测、会考考过很多遍，请你一定要了解，就是过那个颜色的问题。OK。